耳畔听得秋声同牙叶啊落，又好似平啊下桥碎血流锁寒衣。姐姐，你的歌好好听啊！白话又或者广州话，前一段时间，广州市民掀起了一场激烈的粤语保卫战。你觉得粤语好定系普通话好啊？都好，各有各啦。听得到咩都好。如果喺呢边讲系广州话好，咁咪广州话好听啦。即系你唔赞成啦？点解你一定要分出个好同唔好呢？粤普之争似乎变成了复杂的南北文化争论，但系又有几多人知道粤语的发源地是离广州好远的肇庆市封开县，而它又曾经是古代中国的普通话呢？我爸爸就是安徽人，妈妈就是河北人，咁自细咧喺屋企都会讲普通话嘅。咁但系我喺香港出世啦，所以粤语啊先至系我嘅第一语言啦。我对于粤语嘅感情啊，同地道嘅广东人咧系完全冇分别噶。嗱，原来我哋常用一啲嘅粤语词汇里边咧，有好多都系源自古代汉语噶。嗱，你留心听我以下呢一段说话咯噃。后生仔，你上昼几时过嚟嘅？为咗悭个一两蚊，咁远水路行过嚟，几浪费时间啊！仲要下昼啊走。嗱，我讲呢一段说话里面究竟有边一啲系古代汉语嘅词汇？你估唔估到呢？喺解答之前，我哋先去一个地方先。呢度系肇庆市封开县，喺两千多年前。呢度曾经是一座著名的古城，而家已经了无踪迹。到而家为止，在封开杏花镇呢一条小小的河流叫做广顺河，而它亦成为了呢一度唯一带有住广顺文化符号的标记。公元前20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即是今日的广州。93年之后，南越国被汉武帝所灭，并且在苍梧郡建立了广顺县，取初开越地而广报恩顺之意。一年之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将统辖整个岭南的交趾刺史部设在广顺，使到他成为整个南中国最早的首府。而广顺就是今日封开和广西梧州、河州一带。广州曾经为南越国的都城，但是汉武帝为什么要放弃广州而选择偏远的广顺呢？我们现在身后的是西江和河江交汇点，这个地方呢在南北交通里面呢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里是两广的咽喉之地。当时汉武帝去北岭南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位置呢特别关注。左边那里呢是属于河江，右边那边呢是属于西江。当时镇出岭南岭北的呢是这条唯一的通道，所以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建立个岭南首府。广顺既然作为岭南地区的首府，政治上的地位自然令到当时的汉朝给予了这个地方很高的重视。而后来无论是北方官员的派遣、贬谪，亦或是南方文人北上之后的回归，都大大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亦大大促进了粤语的发展。然而在秦朝之前居住在岭南地区的白越族人，他们之间是以土著的语言交流，而北方地区就使用雅言。最早将雅言带进岭南的就是秦朝征服白越之地之后，从各地征召元六国的逃亡者以及罪世、假人等的狠卒。雅言这个讲法呢，最早出现于《论语》，就是孔夫子诗书周礼都用雅言。由于孔夫子的大力推行，逐步成为一种民族的标准语，即是讲是最早的普通话。雅言呢传入岭南，就是因为陈音、陈元、史思等一批个专家学者
第一批嗰個經學家喺嗰度咧辦學，傳授經學。傳授經學咧，當然要用到孔夫子所推崇嘅雅言啦。所以雅言咧就係通過辦學，逐步逐步以廣信為基地，就普及開來。漢代嘅末年，中原戰亂頻繁，朝代更迭，遊牧民族嘅統治令到北方語言發生咗好大嘅變化。而得山川之利的岭南地区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而这样亦促进了雅言在南方得以保存。而粤语在广顺地区诞生，除了它地理位置具有政治意义之外，还有是因为它有极其重要的商贸意义。我们现在这样，我左手边望起那里，个嘴个江口嘴那里，那里白色的地方就係當時嘅海上絲綢之路嘅對點，亦都係講當時嘅海上絲綢之路嘅碼頭，因為嗰度咧係西邊進入嶺南嶺北嘅必經之路。憑住先天嘅地理優勢，廣順成為咗嶺南早期重要嘅商貿重鎮，而廣州就只係喺四個幾世紀之後先至取代隋文合浦，成為海上絲路嘅主要港口。商贸往来离不开语言交际，随着商贸合作交流，以雅言为主体吸收了百越土著语言因素的粤语，亦这样逐步地成为广顺一带人民的主要语言。陈教授，你就是土生土长的封开人，为什么说这个封川话保留了一些古代的雅言呢？封川话保持着古汉语的浊塞音呢，就好多例子，你比如往時咁正常過年過節啊，往時辦喜事啊，大輕講話講話大吉利是，但係封村話咧就唔同啦。封村話咧講，大吉利是，個吉字同個吉字咧係咪由俗化清啊，係嘛？咁另外咧，我哋講正常講話金木水火土，但係封村話咧金木水火土，即係個金。同個金金字咧已經平音噶啦，已經係好清噶啦。針咧大係飆高嘅，咁樣作化好多嘅，就冇而家嘅聲音咁清。咁所以咧，汉语嘅演變咧都係由作化清，即係講話呢帶地方咧保留住個古汉语啊，就係得咁嘅例子。古詩詞咧，通過前人嘅探索咧，就形成一套完整嘅平仄韻律。乜嘢平仄呢？嗰個平仄咧就係平聲係平，上去入都係仄，所以粵語咧好完整嘅保留古代嘅四聲平上去入四聲。啲而家個北方話咧，佢少咗個仄聲，我哋粵語咧就可以原汁原味咁保留咗古代嘅平上去入四聲。所以咧就可以準確咁領會到古代嗰個平仄韻律。呢個例子，比如嗰個你嗰啲嘅仄聲，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呢個詩咧係柳宗元寫嘅，佢個韻尾咧全部係入聲。你而家如果用普通话嚟读咧，读唔出个入声个味道。入声喺现代一啲南方嘅方言，好似粤语、吴语、闽南语当中依然保存住。佢嘅特点就系读音短促，一发即收。上面古诗里面绝同灭，用标准嘅普通话嚟读呢，就系绝灭，读音系有点尾巴嘅，但系。用粤语嚟读咧，就一发即收，绝灭，干净利落。喺呢一度，我哋要将节目开头提出嗰个问题解答啦。例句当中，后生仔呢一个讲法最早出自《论语》“后生可畏”一词，而上昼、下昼当中嘅“昼”字喺古代系白天嘅意思，而几多几时喺古诗词当中就经常可以睇得到。例如明月几时有，问君能有几多愁。
中華民國的首屆議會裏面，有人是提議以粵語為國語的。咁當時啊，粵籍嘅議員咧，亦都啱啱好過咗半數啦，要通過呢一個法案咧，似乎就唔係問題。咁但係啊，作為呢一個臨時大總統嘅孫中山先生啊，咁為咗顧全大局，係盡量遊說粵籍嘅議員放棄以粵語為國語嘅。咁終於北京話咧，就以一票之差壓到粵語成為國語啦。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这句诗对于那些身在异乡的人来说是最有共鸣。语言不单止是人类交往的工具，更加是文化的沉淀和传承。和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粤语，充分了岭南文化兼容并蓄的最大特性。下一节我们继续和你在肇庆寻找更多精彩的岭南文化传奇。肇庆就是一座被文化浸润着的古城，山水中处处传奇。由于肇庆离香港比较近，以前经常都可以回来这里工作，不过次次都是走马看花这样。今次就真的有机会可以感受一下肇庆山水的传奇了。肇庆这个名字从字面上来看就带有一种是吉祥的寓意。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想知道这个名字究竟是怎麼來的呢？肇慶府它來自端州的，隋朝開皇九年先成立端州，一直維持幾百年，到個宋朝前期都不變的。宋哲宗即位之後呢，他就封他的兄弟趙吉做遂寧郡王，後來呢又改為端王，那個端啊，同嗰個端州個端咧相同，所以過咗幾年啊，嗰個端王啊繼承皇帝位，後嚟叫做徽宗。因此咧，臣下好多人啊認為啊，皇上啊個職位咧同個端有關係，咁就將個端州咧就睇成係潛藩，意思即係話佢係佢潛在個封地。北宋時期，當時嘅廣西同廣東分屬广东西路和广南东路，路下面就分设府、郡、州、县四个行政等级。为了彰显宋徽宗的身份，朝廷将端州升格为兴庆郡，跟住再将郡升格为府，最后还将兴庆改为肇庆。当年宋徽宗曾经亲笔以绣金体御书肇庆府，现在真迹虽然已经散失，但是这三个陵墓的绣金体字样依然可以看得出当日这位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的绝世才华。作为一代书法名家，又怎会不同文房四宝之一的端砚结缘呢？端砚是贵为四大名砚之首，它的质量就堪称绝顶了。究竟一块小小的石头有什么魅力可以令到历代的文人墨客？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ve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啊，阿康，你好啊！嗱，话俾大家知你几多岁啦？13岁。你学咗做呢个端盘几耐咧？一年嘅时间吓，咁但系我睇见你咧，好似好成熟咁样咯喎吓。嗱，而家咧，你话俾大家知，嗱呢个端砚啦，上面咧就画咗啲花个图案喺度。你系咪根据呢个花个图案，你就知道点样作噶啦？系啊。哇，我想问啊，点解你会咁有兴趣咧嚟到做呢个端砚咧吓？因为一嚿石头作出嚟图案咁靓，咁我咪中意又学一齐。手工制作出嘅端砚，每一笔每一画留低嘅都系悠悠岁月嘅痕迹。或者昔日青丝已作今日白发，但是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令到这个小小的白石村经历了千年的磨练。端砚由唐代以来就是朝廷钦定的贡品，就是因为它名贵，于是经常被当地的官员用来贿赂京官。而一位清官，他就偏偏拒收端砚，他就是包公。嚟到包公祠咧，當然咧就要拜見一下包大人啦。嗱，講起包公咧，咁喺歷史上任何一位官吏咧，都唔會好似佢咁樣咁頻繁咁出現喺歷代嘅戲劇啊，同埋電視舞台上面咯噃。啊，原來啊，肇慶啊，仲係包公嘅成名地喎。究竟點解咧？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呢一句詩係佢喺端州期間所寫。同时是唯一流传下来的作品，里面寄托了包公人生的准则和政治理念。包公啊，在肇庆呢，就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呢，前后三年做知端州。他在任上啊，做了有益民生的社会经济的建设，同埋交通啊、运输啊、文化教育啊等多項嘅建設嘅，最著名咧就話開咗七口井，第二咧就係疏浚河道啊，嗰個水利建設，即係擴大耕地面積，增加水道嘅種植面積。第三咧就係交通運輸咧就遷建啊，同時咧擴建松台驿。時至今日，肇庆市依然流传住好多关于包公的故事，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肇庆的清廉勤政，修建了包公祠，多年来香火不绝。肇庆不愧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翻开世界地图，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不是沙漠就是干旱的草原，而位于肇庆东北部的鼎湖山就偏偏被称为北回归线上的六宝石。鼎湖山的佛教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高僧云集曾经有过一山36招提的盛况。庆云寺是明朝崇祯年间在莲花庵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而在清代它更加是岭南四大名刹之首。清朝末年更加获得慈禧太后赐赐万寿庆云寺的匾额。肇庆山水尽显灵气，当中最有灵气的地方当属2000多年来都香火不绝的龙母庙。走入了龙母庙，你会发觉这里真是一座艺术的殿堂，木雕、砖雕、石雕、陶雕举目可见，精妙绝伦。好多人都话咧，龙母咧系有求必应嘅，咁但系原来啊，佢同任何嘅宗教咧都扯唔上关系噶。嗱，根据记载咧，龙母咧本来就系姓温嘅，佢本来就系广西藤县人啦。
咁因為家貧咧，佢自細細個咧就俾人放喺個木盆嗰度，隨住西江漂流至到德慶越城啊，先至俾人收養。佢細細個咧就能夠預知禍福啦，樂善好施啦，咁好多人咧就奉佢為神女咯。佢仙遊之後咧，大家咧就建造呢一個龍母廟嚟到供奉佢啦。粤语源出于肇庆封开县，佢唔单止传承咗中原文化嘅丝丝血脉，令到一亿多嘅炎黄子孙心口相传，而且佢亦催生咗粤剧、广东音乐、广州西关同埋沙湾飘色等等嘅岭南文化奇葩。下一集《西关情忆》，我哋将同你一齐去寻找即将失去嘅记忆。